三块四块，来五块两百来，佫想要食袂来啦吼，一、两、三、四，来五块就一两百吼，来啦吼，佫想要食无？要食就一个，一来两来啦吼，三、四。我就一两百，哎，拢赶快，拢赶快，拢赶快，好，哎，拢赶快，拢赶快，好，两百个再多，再要吃两百，无吼，再到两百个旁边哎呀吼，即拢赶快来卖换哦，起来，我来啦，哦来，好卖换哦，起来，大家换哦，起来，蛮费气的，我真的啦，来来，我做来啦吼，别怕，别怕，哎，好，我做来啦吼，即可以什么整的可以啊，我做来，头先出钱无人甲我帮着。好，鲑鱼你要吃无？鲑鱼啊，等起细汉大汉都吃来好不好？我就这尔啦，看你要吃无？你算头拄出世有无人甲我捧场？咱讲真个啦，啊，小可大细地领导代志啦，好不好？拢计够吧？一地卖偌济五百来，我迄个就较向个就对啊来。好，一地卖五百，卖四百，我讲来啦吼，两地卖一千啦，卖八百，我讲来啦吼，卖八百开七百，我就借五百块就对五百块。好，鲑鱼两地五百来，我处理掉就好，看啥物吃借五百来。好，鲑鱼三个五百块啦吼，我讲就较紧个就好啦，看啥物吃啦。来啊，四条五百块，过去来要吃五百块啦。人要来，我来讲来啦吼，少少就上三条安尼啦，一条五百，多少五百？对啊，现在连养殖业都自动化了。靠，要真歹分嘞，啊，少少五百，多少五百块来安尼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无，啊，少少来七七十二，一五百，多少块钱就过去啦，一五百块，你吃无？过去就一五百，过去啥物吃五百块？反正养殖业大成都吃三个人，一五百，再吃过去啊，三个人，一五百，三个人，一五百，过去。三个人借五百，有要整的无？五百，无要。三个人借五百无要。我你讲起死人，讲真的啦，你食鲑鱼无？下五百，四啊五来啦。都袂晓做领导代志啊，一个来四百就好啊啦。四百块啦，鲑鱼看啥物整的啦，来大个来啦。佮食鲑鱼无？我讲剩两个人也借四百就好啦，鲑鱼四百块啦。啥物食？鲑鱼四百啦。再再嘛卖钱。七七无人要来，气死！我招一个四百块，啥物食四百鲑鱼啊？无吼，鲑鱼我招一个四百块，无人要来吼。无吼，哦，我讲我有上五年咯，你无人要出上我，我去。哎，鲑鱼头那里。哎，等你吼，哦，鲑鱼四百块。啊啦。四百。无吼。无钱嘛，搞一斤未？哈哈哈哈哈！变大个你赢尔，你这四百，想要吃四百块，好不？四百块来这边吃来，袂使袂使，我修行。哎，讲真嘞，迄个等下咱来隔壁都需要细想，好不？哎，讲真嘞啦，这样讲我就最好吃四百块，想要吃四百，谁知道？谁的鸟不是自己养的？最好吃四百。袂晓动嘛，袂袂。我最好吃四百，想要吃这？无吼，四百无吼，靠腰啊！啊，看你白光，看你白光，我讲来啦吼，来嘞，这边讲啥物嘢哈？嗯，龟头啊，来龟头啊，白啊，我讲白你五百，白你四百好不好？我两粒来知啦，看来做来看来，就来正常人拢两粒啦。我讲来啦吼，来嘞，白哦，四百三百面啦，两百块头啊，还两百。来嘞，我讲吼，加迄个排骨啦，啥物食排骨啦？哦，排骨啦，我讲来使先处理掉啦，排骨啦，我等下煮只米烧汤啦。啊，我唔着口味啊！来，我讲，这顿鱼打算用烘的啦，好不好？烘的啦，蒸的啦，哦，唔钱好食来。我讲这地卖偌济，超市卖一条卖十块到十块来，实在好不好？好，排骨来一边，一边蒸蒸有无？我再甲你讲一下，只一细只的骨头。啊，顿食咧蒸的话，这边食蒸的好食来啦吼。那么一条你猜偌济？九十七八斤的好不好？我讲来啦吼，我想要吃，我讲来啦，两只肉去好不好？好，两只肉去啦，好来。我讲三只就一下来啦吼，三只肉去，卖讲开五百，开四百，开三百。买两百块来就好啦，你若说我就借两百块，你要爱无啦？我讲三支两百来啦吼，我想要借四支两百块来就好啦。你要真无？我真咧喊个钱个在你哪无？来四支两百就对啊啦，我就只用就好啦，好来。哦，五支两百块要借五支两百，你要爱无？五支两百块你要借无？我要爱哦，要过来啦吼，十支少你啦两百，就两百块来啦。我讲啥物食济？两百块来这边来，两百块来啦来啦来。来啦吼，都想要吃啊！你想要吃啊？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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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啊吼，排骨两百块，无要十外吼。
排骨啦，妈要蒸，无人要煮，无人要烘的啊，这边来两包，好啦，我讲一来啦，两来啦，来三来啦，来四来啦，五来啦，咱去就一两百块排骨来两包来，搁想要吃的无？要吃好就一个，一来两来啦吼，三来四来啦，五来啦，咱搁就一两百块排骨，啥要吃两百块？好，排骨我就一两百，啥要吃两百块？无啊吼，排骨啊，炒红鱼无？无，哦，两百啥要吃两百？无啊吼，排骨两百无啊吼，我讲一下吼，蚵仔来三无几包，你敢要吃蚵仔？好啊，我去试看卖好无试啊？番仔菜无几包啦，手里了了好无？好蚵仔汤啦，蚵仔煎啦，早食因食啊好食安尼好无？好，早食因食啊好食来啦吼。我想要食一包卖偌济，该无超过百四块啦。安尼好无？我讲来无重要啦，凊彩啦好无？今仔想要食我几啊来就好来，莫讲一包卖百四，两包咧，两百八，两啊五啦，开两百一个来。迄个菜我就一两百块，蚵仔你知啦吼？煮只清汤，早食因食啊好食，早食面来，两百，无用。两百无哟，我你讲来，今仔有想要食，我你讲来西来全部几包，要食来我就两百好来，我先食两百块来试下来，两百来，好，我想要食好啊，我就一块先要食一来，来两百块，你无底咩啊？至少包就一两百好来，我两百块先要食两百块好啊，哎，好啊，先要食两百块，好啊，先要食两百有无？最好啦，我不相信，清晨无啊，好啊，两百块差不啊吼，好啊，就一两百块就袂够啊吼，我一只袂办好无？好啊。无吼，两百无吼来就回来。我讲来啦，时间不准快来啦。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吼，来这啦，来啦。吼，我讲来啦吼，这叫食章鱼脚啦，炒烤脚，等于炸，等于炒，我等于晒啊，正常拢晒啦。安尼人讲这啦，正常拢晒啦，好啦。好，食你讲来啦，卖讲一斤卖偌济，四斤一斤百八啦，两百啦，哦，只五百。好，这对斤偌重？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卖好就两百块。你食无好就一两百块，是要吃这个的，两百块章鱼脚。来，卖几个？我招一个来，一对两百，落去泰国卡，啥物三两百块。三台两百块，只要吃的泰国卡来带来，来带。卖甲你讲啊吼，这个相上无计较来，都是安尼啦吼。两百块来，落两百来，好啦。那章鱼脚的无？那泰国卡招一个两百块，章鱼脚只要吃的两百块泰国卡。我招一个两百块，啥物吃两百块来，好啦。那泰国卡的无？要只要招一个两百块泰国卡，只要啥物吃啊？两百块章鱼脚，啥物只要招一个两百泰国卡来两百块。有人要爱无？大哥卡有啥物晒无？我招一个两百块章鱼脚，啥物吃爱？无吼，章鱼脚两百块，无物吃吼，来交费，时间不够，卖钱来好啦。我讲来啦来啦吼，后壁佫有啥物简单单的无？我讲来啦吼，只花想啊，啥物蒸的花生啊来，吼，花章鱼啦，炖起虽然打蒸好食，用炊好食好无？花生啊来，我讲来啦来，花生都回来，我讲过来啦。你在做要吃花生的无？我招恁几个，都也无有事，无按事。虽然打针用吹好食，你打针一斤大概几啊？吼，要吃我几啊来都见得好安尼啊无？卖讲一斤卖偌济，两百二。吼，一斤两百二，当然这一尾还无一斤啦。开着偌济，百三百五走袂去啦吼。两尾又是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开三百。有人要吃的无？我招一个来两百多啊，两百块。你要吃无？我招一个两百块。花生我只也知啦吼。你拢知嘛吼？这食起来袂较输白香，比白香较有丝。啊，而且无市场，就我一支白棍尔。我讲白香拢共款啦，真咧吹啦。来，我招一两百。花生我看啥物真咧？两百块花生我啥物食两百就好啦。花生两百块啥物食？花生两百。哎，啊有金鱼无？进口的尔。金鱼啊。进口的尔。啊，这两百啥物食？小小。无要。我走去两百块帮我们吃吼，好啦，我帮你讲较济，如果要剩下十外尾尔啦，我无啊啦，来我招一两百，你来看怎么吃花生啊，招两百，好，两百块，爱无？花生我招一两百块啦。距离十二点五十七分。来，来啦吼。距离下班时间。还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两个半小时。来，我吃花生的无？之后我无甲你骗啦，真正吃起来比白生较有丝啦。啊，要不要放盐巴？要啦。那是淡的吗？哎呀，哎呀，不过叫我来说吧。听我听你呀，我讲就十外块尔，佫啥物事啊？来，哦，一来两来啦，三来啦，四来，佫就一两百块，还正大只来啦。来，我每个礼拜都来。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四个就一两百，啥物食两百块？我主要就一两百，我主要啥物食呢？
好啦，回收两百，想要吃回收吗？有人要争的无？哦，无要吃跳过人袂袂忙，我无见到咱卖大名啊无？回收两百，无啊吼，回收两百无啊吼，来跳过来，我讲来啦来啦来啦。哎，你讲哦，你刚刚讲什么？清理啊，二啊，星期二哦，星期二都在民雄大四元在旁边哦。快讲哦，进口的啦，哈，进口的，这是挪威青鱼啦，哈，等于大正好食来啦，挪威青鱼啊，快讲哦，来，好，卖个一袋卖偌济？我跟你讲，大袋外口咧卖一袋，无九十七八几条的，啊，真的啦。烘的啦，在你欢喜好无？好，这上是阿兄咧冰箱冷冻的袂害啦，卖讲一袋九十七块，两袋卖两百啦。哎呦，三袋卖讲五百四百，就一三百块就对啊。三百块来看你要饲的无？我讲来啦吼，三袋三百，四袋三百来五袋，烧一三百块就对啊。两千五个三百块，你要吃三百块，爱无？无就袂办好无？来，紧落来大。我讲五袋三百，只好送你啊。三百落啊，三百块，来啦，三百。来啦吼，要吃两千的无？来一袋两袋来啦。哦，两袋来，三袋来，四袋三百落地啊，五袋来，这六袋我就是三百块来着。要个三百块落去，什么真的？落去我就是三百块，什么真三百？无啊吼，落去三百块我们真啊吼，落去真啊，真的香的，安尼讲我比较实在实在啦。我就是三百块，真就三百，人要爱无？后面会再加三个字。无哈，落去三百块我们才花吼，后来我去台北办，来，我讲来啦来啦，这边家系成功回来啦，来啦，来你，我讲吼。大只无啊嘛，大只无啊，我讲系啊，这啦这啦系啦。好，那这样吼，我卖卖你伤济，你大家等去食看卖咧，食够好食，后礼拜再来拍算安尼好无？